为了钱丧尽天良，父亲急救儿子，趁机打劫。病人啊，突然心肌梗塞，让小儿子跑来的，看着人家都在急救的时候，翻箱倒柜，看他爸爸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的，你知道吗？他是一个死亡的状态，因为病人的遗产分不均，几十个家属全部都在往生室，开始在吵，跳上去开始 CPR， 一定要把他吸回来，希望他可以再重新分配这样子。哇！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了。